我叫郝杰，老家是河北张家口的，一直做电影，做一些偏艺术的电影。现在来到二三，想要拍一个电影短片，来拍二三。 真的爱那个是，真的爱，但你都没有在阿尔山的水里边喝过、泡过，好好体验一下。我觉得是没有发言权的。阿尔山，它是一句蒙语，它翻译过来就是水，泉水，神圣的泉水。阿尔山就是圣水的意思，然后它的全名叫哈伦阿尔山，就是温暖的圣水，可以。 森林，我们现在像这样的步道，全是有好多。现在就大家不都追求健康嘛？现在在森林里走一走，能活90-90。这个道路上的体验就是有十多种不同的路的体验。其实就是最无价的是咱们的水好啊。对，所以我们阿尔山人天赐给的水。我之前也来过阿尔山，对阿尔山的水留下深刻印象。 洗脸那个嘴里都是甜的。刘克呢，学名叫无心甘蓝，主要是咱们食用的是根茎，这个根茎是主要是根茎蔬菜，它主要有17种氨基酸，25种矿物质元素，所以说在蔬菜家族当中的话，被称为 VC 之王。就是阿尔山的所有产业好，就是因为水好，所以它水在滋养阿尔山。 这边是我们溪口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展示柳编。这个柳编呀，冬天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家里利用农闲时间就做这个柳编记忆的编织。书记，我待会儿要挑一个这个柳编，要用我们片子里做道具啊。可以啊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您随便挑。水能承载文明，就是它可以承载我们的花篮。 承载我们的帮子，它也可以承载我们的戏曲。高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，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。 把它别在你的发梢，捧在我心上。要不看帖子吧。这个短片拍摄的意义就是，把阿尔山最珍贵的东西，希望通过视听语言传递给大家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当艺术。 回到乡野大地，我们能编织什么样的影像？我是导演郝杰，这是我的答案。
姑娘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哎，6000个啊！哎，姑娘，我今年18，青春少年我一枝花。姐姐去年一出嫁，我还没有个婆婆家呀。哎呀，羞死了啊！我是问你今年多大了，我也没问你有没有婆婆家呀。你问了我了，人家还想问你了。你问哥哥啥呀？问你家里有几口人。哎呀，在哥哥可知道你挺大。刘青下午地来扫五兄，家中只有一位老母亲，今年23岁，至今我还没有咱们配过婚。好羞好羞，人家丫问你家里有几口人，谁问你配婚没配婚？你爱我来我